记者洪素金台北报道，日前民视《幸福来了》因效仿电影《夺魂剧》，把《夺魂剧》主要角色 Kuzo 成了卡通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中的灰太狼，让网友直呼太荒谬。据了解，民视医疗轻喜剧《实习医师窦格》又记新招，该剧让主角夏雨荷装扮成暴乳白雪公主、美人鱼、史瑞克中的费欧娜。望这些荒谬剧情可让紧张的社会大众有个舒压的管道。夏雨荷拥有一乳的好身材，日前更是化身为神力女超人，在尾牙节目上表演，化身成神力女超人的她一乳呼之欲出，让观众大吃冰淇淋，而自己也挑战高难度动作向蔡依林致敬。这次夏雨荷又在戏中突破，其中爆乳白雪公主超吸睛，虽然是身穿卡通可爱的洋装，但是傲人身材藏不住，胸前事业线宛如深沟，让人目光移不开。另外费欧娜造型也是颇牺牲色相，而对于这些 cosplay， 夏雨荷则表示相当开心，直呼太新鲜太有趣了，相当热在其中。夏雨荷抱一乳扮白雪公主，民视提供。夏雨荷抱一乳扮白雪公主，民视提供。夏雨荷扮费欧娜，认为角色扮演很新鲜。民视提供。夏雨荷扮美人鱼，民视提供。